盘点那些大脑被强行开机的人们。杨巧还在睡觉，我把温度计放热水里面，等会儿骗他说他发高烧了，看看他有什么反应。杨巧，杨巧，你终于醒了，你发高烧都昏迷三天了，你吓死我了。说什么呀？你自己看，我刚给你量的。他慢慢地接过温度计，然后瞬间被吓醒。40度啊！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你快掐我一下，快。你干嘛呀？啊！我还以为我在做梦。那你怎么不把我送到医院去啊？医生让我把你带回来慢慢的调呀。来，你先看看我手上的表，现在是几点了？没有表啊。你看不见吗？啊？没有啊。你再好好的看看。是没有表啊。完了完了。你现在头疼不疼？有一点。是不是感觉四肢无力？嗯。完了完了，这可怎么办了？到底怎么了？你告诉我呀。哦，没什么，我就是想逗逗你。把温度计给我，你继续睡啊。哎呀！小某，小某，操！这个车这么高，我怎么骑啊？我不要了，给我退！你多高啊？1.7米。1.7米骑不了，这么高怎么骑嘛？这个车。可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谁谁？我厉害！等着给你喊个1.5米的女生骑给你看。在睡懒觉，喂他个柠檬吃吃。啊！准备好了吗？走走走走走！快点快点起来，战争，你个新娘约会迟到了。有鬼吃大门口的喜庆。啊！新娘打电话催你了，哎。特别行，主任，约会顺利啊！好，行行行，快过去了。啊，好。准备好了，走。集合，集合了，兄弟。我操，你咋了？
来来来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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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睡着了呀？喝酒啊！我自关山点酒，千秋皆入喉，更有来来来，干杯干杯干杯！来来来，干杯干杯！喝呀喝呀，别养鱼呀！